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包博，我是伟恩。我们今天来到立木县的佐野，要带大家来逛 Sano 的 Premium Outlet。嗨，大家！由于本周电脑送修，旧的电脑效能不高，无法剪辑大片，暂时只能出产小片。看看之后维修状况如何，也可能要买新电脑了，请多包涵啦。这 Outlet 啊，总共有180家餐厅以及商店，然后里面有国际知名品牌以及日本当地的店。这边有男生用的 Coach， 还有 Marc Jacob。这里啊，距离足立花卉公园非常近，所以你可以把足立花卉公园以及 Sano Outlet Park 合在一起，当成一天的行程。然后也因为这边不属于太闹区的地方，所以人比较少，逛起来很舒服哦。这家 Outlet 的设计啊，有点像是操场的跑道，所以你可以就是从头逛到尾，一次把所有商店逛完。这 Outlet 本身的线组也蛮有设计感，逛起来还蛮开心的。这边有4家餐厅啊，就排在里面，其实要选择的上面还很方便的。这边有 Afternoon Tea Living 的 Outlet， 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，可以来这边买东西。哎，五折买到便宜的内裤了。这边的 Food Court 啊，有8家餐厅可以选择。以上就是佐野 Outlet 的介绍啦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